都已经改那么多次了。是，我这些都照你说的修嘞。这是我要的啊。啊，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到底什么都还是你要的啊？我不干了。嘉伟，还是今天这个案子可能要麻烦你一下哦。好，喂，我是什么？我录取了，耶、yeah! ！好，我等一下过去，我等一下到你公司报到。OK， 谢谢，就这样，好，知道，好，拜拜。哎，幸福那。嘉伟呢？我帮你看一下哦。他刚好现在接到一个录取通知，就突然走掉了。啊？少宇，刚才少宇说什么？老爸，你昨天那东西怎么样？老爸，工作压力太大了，身脚不舒服哦。然后呢？我想要辞职了啦，不做了。可是你昨天才来欸。我不做了。根据104人力银行从数十万名个人资料统计显示，台湾15%的社会新鲜人第一份工作做不满3个月，并且47%的转职者工作越换越糟，平均减薪幅度达18%。我觉得第一份工作我应该会做个3到5年吧。就先趁年轻，先多赚一点钱，先存一个基金这样子。我有自己想过，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毕业22岁当完兵，应该起码5年吧。我是专业热诊，然后再来是。稳定性工薪资再是最后是工作时间，首先应该是热忱，然后专业薪资，然后工作时间没了，对啊，稳定度最后一个。那针对目前时下年轻人他们在换工作的速度越来越快这样的现象，那我这边有几点看法。第一个是，我觉得一个年轻人他离开学校，刚跨入社会寻找的第一份工作，这个最主要考量呢，不应该要以薪水为主要的考量，他应该要想说，我在这一份，在这个公司里面，我能够学到什么。而你要离开这个公司，进到下一份工作的时候，你要问自己，这个公司我所能够学到的东西，是不是都已经学完全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会想一个问题，就是倘若我是主管，而我看到这个年轻的履历上面是时常在换工作，我心里面会有个问号。这个问号是，那为什么这个年轻人没有办法培养对公司的忠诚度呢？我想一个员工的忠诚度跟他的稳定度，也会是我们在衡量要不要录取这个年轻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所以这边是我主要的两个看法，谢谢你们。